家好。你好 ，OK。在你做自我介绍之前，我可以猜一下你的职业吗？好啊，老师，你猜吧。法医。先别急着回答，先别。我不急。一人猜一个。猜不出来，真的猜不出来。我再猜一个，是养老院的。养老院的为啥呀？哎呀，老师，别猜了。你们真够笨的，一看我今天这个穿着打扮年轻靓丽，也该知道我是来唱歌的呀，真笨。今天打算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？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，想演唱一首《哥哥妹妹在一起》，送给杨幂老师。好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到牵起了妹妹的手，日日夜夜都不放弃。牵起了妹妹的手。